题号难度答案题目解析。0101000011ABCD 设整数 D 是整数 AB 的一个公因数，下列哪些整数是 D 的倍数？ A AB B A 加 B C D A D 2A 3B 1 B 2A 2 A 等于 R 1 D B 等于 R 2 D， 其中 R 1 R 2等于一 ，a a b 等于 d r 一 r 二 ，b a 加 b 等于 d r 一加 r 二 ，c d a 等于 d 一 r 一 ，d 二 a 三 b 等于 d 二 r 一三 r 二，一 b 二 a 二等于 b a b 加 a 等于 d d r 一 r 二。R 1加 R 2均为 D 的倍数。0101000021AB 设 A 未已知的整数。A 若 A 0则满足 AX 的 X 有无限多个。B 若 A 0则满足 XA 的 X 未有限个。C X 未整数 X 0未有限个。D X 为整数 ,0X 为无限多个 ,1A 为整数 ,A0 CXC X0 X 有无限多个 DXC 0X 的 X 不存在 1AC A0 不一定，当 A 等于0时不成立。0101000031D 以下列各叙述何者正确？ A 120被13除之余数为 3， B 120被13除之余数为 10， C 所有自然数被4除之余数都是 1,2,3,4 D三四五六七八九被九除之余数为六，一九八七六五四三二被十一除之余数为七。A 一百二十等于十三 ，Q 加 R， 零 R 小于十三，一百二十等于十三，十加十 ，B 一百二十等于九乘十三加三。C 余数为零一二三零一零一零零零零四 E D E 王先生的客厅长 7.2 公尺，宽5公尺，他想把客厅的地面铺上新的瓷砖，可供选择的瓷砖有下列五种尺寸 A 0.6 公尺乘 0.6 公尺 B0.5 公尺乘 0.5 公尺 C 0.8 公尺乘 0.8 公尺 D 0.5 公尺乘 0.6 公尺 E 0.8 公尺乘 0.5 公尺。他若要铺同一种尺寸的瓷砖，且刚好铺满整个地面而不浪费瓷砖，请问他有哪几种选择？提示，请改以公分为单位。D 7.2 除以 0.6 等于 12，5 除以 0.5 等于10，皆能整除。E 7.2 除以 0.8 等于 9，5 除以 0.5 等于10，皆能整除。故选 D 1。0101000051AD 一个六位数 321XY 五位45的倍数，是求 X 加 Y 之值可能的数。X、Y 为阿拉伯数字。A 7 B 10 C 13 D 16以25个位数为 5B 是5的倍数。93加2加1加 X 加 Y 加5 9 11加 X 加 Y X 加 Y 等于7 or 16
01010001BD 下列何者正确？以下文字均为整数。A. 若 ABCAB 或 AC。B. 若 AB, BCAC。C. 若 AB, BC, CAA 等于 B 等于 C。D. 若 A, B 等于 1, A 加 B, AB 等于 1。E, A, B, C 等于 A, C, A, 错。64乘964或69 C 错 ABB 等于 AT1 BCC 等于 BT2 CAA 等于 CT3 Titanium 位整数 I 等于 1,2,3 A 等于 CT3 等于 BT2T3 等于 NET2T3TET 2 T 3等于 ET 1 T 2 T 3有二者可能为一一错36乘9等于33乘69等于9 39 01010000071CD 以下列哪些数是23乘35乘7的因数 A二十四乘七 ，B 二十二乘三十四乘五 ，C 二十三乘三十四乘七 ，D 二十二乘三十五乘七 ，E 二十三乘三十五乘七 ，C 二十三乘三十四二十三乘三十五乘七 ，D 二十二乘三十五乘七二十三乘三十五乘七。E 二十三乘三十五乘七二十三乘三十五乘七零一零一零零零零八 ECD 以下列哪些数是三的倍数 ？A 七万四千两百三十四 ，B 九九八八六六 ，C 三一二二八二 ，D 二十三正十三 ，E。一百一十三正一百六十三 ，C 三十一二十八，三十一加二十八等于三五九。D 二十三加十三等于八加一等于九。E 一百一十三加一百六十三等于十一加十六，一百一十二十一乘十六加一百六十二。等于二十七，一百一十二十一乘十六加一百六十二。零一零一零零零零九 E A D 九位数九八七六五四三零。若内填入 A， 则为六十的倍数。请问 A 可能是下列哪一个数 ？A 零 ，B 三 ，C 五 ，D 六一。八六十等于三乘四乘五，个位数字为零，必为五的倍数。三九八七六五四三零，三九加八加七加六加五加四加三加加零，即三等于零三六九。又四九八七六五四三零等于零六。零一零一零零零一零中 A 下列何者为真 ？A 设 n 为整数且三 n 二则三 n。B 设 a b c 为整数，若 a c 等于 b c 则 a 等于 b。C a b c 为自然数 ，a b c a b c 等于 a b c。D a B 为自然数 ，A 等于 barbecue 1加 R 1等于 barbecue 2加 R 2则 Q 1等于 Q 2 R 1等于 R 2 E A B C 整数 ，A 大于 B A C 大于 B C。B 若 C 等于0 A C 等于 B C 但 A B。C 若 A 等于2 B 等于4。C 等于8 A B C
等于 2ABC 等于8。但 ABCABCABC D 若 A 等于 15,15 等于2乘5加5等于2乘7加1。但 Q1Q2RER2 E 不成立，5大于3但5小于3。0101000011中 ABC 若 MN 为整数，下列各叙述何者正确？ A 6公尺加 15M 等于2无整数解。 B 3公尺加 7N 可谓任意整数。 C 4公尺加 6NB 为2之倍数。 D A 等于 32.43 之正因数有12个。 E M 等于 23.3257m 等于 33.4253.72 则其最大公因数为 32.53。 D A 等于 32.43 等于 32.26。 A 的正因数2加1 6加1等于 21。 E M 等于 23.32573m 等于 33.2453.72 m n 等于 23.3253 0101000012 中 ABCD 农历以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如甲子乙丑癸酉甲戌乙亥癸未甲申乙酉癸巳纪年则以十十二等于六十年为一周期，俗称一甲子。民国七十三年为甲子年，则 A 民国一百年辛卯年， B 民国前一年为辛亥年， C 民国前三十六年乙亥年。D 自甲午战争以来，丁午年、庚卯年、壬巳年均不曾存在。一、农历上不曾有过甲戌年、癸未年。A 173加1等于28。28除以10等于2。8甲辛。28除以12等于2。4子卯。B 73加1等于74。74除以10等于7。4甲辛。74除以12等于6。2子亥。C 74加36等于110。110除以10等于11。0甲乙。110除以12等于9。二子亥。 D 丁午庚卯壬己四七七四九六0101000013中 ABCD 一关于最大公因数最小公倍数，下列各叙述何者正确？ A 14700344300等于490。B 4176156185656等于58。C 38258745239182967等于1。D 46704000093438000000等于6万。E91651085757等于705705。A 1470等于490乘3。34300等于490乘70。1470 34300等于490。B
4176等于72156，六除以58等于27185，六除以58等于32。4176 1566 1856等于58。C 38 232等于22225 745。38 258 745 232 918 2967等于1。D 4670 4000除以6万等于7784。九三四三八零零零零除以六万等于15573。1亿1573778 四等于一。一七零五七零五等于9165乘77。七零五七零五等于9165乘65而。七十七六十五等于一。零一零一零零零一四中 ABD 若 ABCMM 为整数，则下列各叙述何者正确？ A 若 AB 且 AC 则 ABMCM。 B 对任意整数 MN 三横为十五公尺十二 N 之因数。C 若 A 十二公尺加十五 n， 则 A 十二且 A 十五。D 若五 n 二，则五 n 一；若 A n 二，则 A n。B 令 m 等于一 m 等于一，十二公尺加十五 m 等于二十七。设 A 等于二十七 a， 十二公尺加十五 n， 但二十七十二。二十七十五，一设 a 等于九 ，m 等于三 ，n 二等于九 ，a n 二，但九三零一零一零零零一五中 a 下列各数何者为九的倍数 ？a 二四七零二三八四六 ，b 三千一百零一 ，c 一千零九十加一 ，d。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一六百四十五乘七千三百二十九。C 一千零九十九加一数字和等于二不是九的倍数。D 一加一加二加二加三加三加四加四等于二十不是九的倍数。零一零一零零零一六中 a 已知偶数的平方是四的倍数，奇数的平方除以四余数为一。考虑五个数，五百一十三兆两千二百六十两亿一千六百一十五万四千一百四十五。试问下列何者可以和上述五数中的某一数相加成为完全平方数 ？A. 五百一十三 ，B. 两百二十六 ，C. 两百一十六 ，D. 一百五十四 ，E. 一百四十五。A. 五百一十三加两百一十六等于七百二十九等于两百七十二。C 216加513等于729等于272。E 145加216等于361等于192。0101 0001 7中 A 下列各叙述何者正确 ？A 2311为直数。B。一为直数 ，C 五为直数 ，D 三三三三三三之直因数有五个。一若 n 等于 n n 一三二一则十之直因数有四个。B 一不是直数，
也不是合数。C 五不是直数，正整数才会讨论。0101000018中 C 一下列哪些是3的倍数 ？A 7231乘251 ，B 2165加7126 ，C 1243245 ，D 93275一31999 ，A 7230加一249加二等于3公尺加二 ，B 7126等于711加一六等于3 K 加一 ，D 九加三加二加七加五等于26。不能被3整除。0101000019中 A 下列哪些正确？文字均为整数。A A B A C 则 A B 加 C A B C。B A megabyte 加 C N 则 A B 或 A C。C A B B C C A 则 A 等于 B 等于 C。D 设 A B 等于一则 N B N 等于一 N 为自然数。E A B C 等于 A B C B A megabyte 加 C N A B A C 不一定成立。C A 等于五 ，B 等于五 ，C 等于五。A B B C C A 但 A B。0101000020中 B D 若 A B 为整数且 A B 是 A B 之最大公因数 ，A B 是 A B 之最小公倍数，则下列何者正确 ？A 12 3等于3 ，B 0 6等于6 ，C 0 6等于0。D 十五与四互值。一 A B 等于 A B A B A 十二三等于三。C 零六无意义。一若 A 等于十五 ，B 等于四。A 乘 B 等于六十，但 A B 等于一 ，A B 等于六十。0101000021中 ADA 等于333 B 等于333则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A, A 有34个正因数 ,B, B 有4个正因数 ,C, A, B 等于3 ,D, X 加 Y 等于81有整数解 ,E,x 加 y 等于111有整数解 ，b b 等于333等于33乘113有16个正因数 ，c a b 等于33等于27 ，d 27 81 ，e 27 111。0101000022中 A D 设 A B C 都是正整数 A B 表 A B 的最大公因数 A B 表 A B 的最小公倍数，则下列何者正确 ？A A B C 等于 A B C B A B C 等于 A B C。C A B C 等于 A B C D A B C 等于 A B C E A B C A B C 等于 A B C A A B C 等于 A B C 等于 A B C B 反例，若 A 等于6B 等于15 ，C 等于50 ，A、B、C 等于
六十五五等于三五等于十五 ，A B C 等于六十五五等于六五等于三十。C 反例，若 A 等于六 ，B 等于十五 ，C 等于五十。A B C 等于六十五五等于三十五等于五 ，A B C 等于六十五五等于六十五等于三。D A B C 等于 A B C 等于 A B C。一反例，若 A 等于六 ，B 等于十五。C 等于五十 ，A B C A B C 等于六十五五，六十五五等于一乘三十等于一百三十 ，A B C 等于十六，乘十五乘五等于四百五十。零一零一零零零二三中 A B 第四位数一百九十八 X 等于二 P 乘三 Q 乘五乘七 R 乘十一，则下列何者正确 ？A P 加 Q 等于四 ，B P 加二 R 等于二 ，C Q 加 R 等于五 ，D P R 等于二一。P 加 Q 加 R 等于六，已知五乘十一一百九十八 X 五一百九十八 X 且十一一百九十八 XX 等于零或五。当 X 等于零时的十一一千九百八十，当 X 等于五时的十一一千九百八十五。又1980等于22乘32乘5乘11。P 等于 2,Q 等于 2,R 等于 0. 故选 A, B, D。0101-00024 中 BD 下列哪两个量米容器的容量都没有刻度，可以量出任何整数公升的米。A.三公升、六公升 ，B 三公升、五公升 ，C 六公升、八公升 ，D 四公升、五公升。一五公升、十公升 ，B 三五互值。存在整数 m，m 使得三公尺加五 m 等于一。例如三二加一。等于一，三二乘二加五，一乘二等于二，三二乘三加五，一乘三等于三。第四五等于一，同理。零一零一零零零二五中 ，BD 若 AB 为整数且 AB 是 AB 之最大公因数 ，AB。是 A B 之最小公倍数，则下列何者正确 ？A 十二三等于三 ，B 零六等于六 ，C 零六等于零 ，D 十五与四互值。一 A B 等于 A B A B A 十二三等于三。C 零六无意义。一若 A 等于十五 ，B 等于四 ，A 乘 B 等于六十，但 A B 等于一 ，A B 等于六十。零一零一零零零二六中 A D 若正整数 A B Q R 满足 ，A 等于 barbecue 加 R， 且令 A。B 表示 A 与 B 的最大公因数，则下列选项何者为真 ？A A B 等于 B R B A B 等于 Q R C A Q 等于 B R D A Q 等于 Q
r 一 q r 等于 b q， 利用辗转相除法原理求 a b 之最大公因数。被除数 A 与除数 B 之最大公因数等于除数与余数之最大公因数，所以答案为 A B 等于 B R 或 A Q 等于 Q R。 0101-0002-7 中 B C E 古代的足球运动有一种计分法，规定踢进一球的16分，犯规后的罚踢进一球得6分。请问下列哪些得分数有可能在计分板上出现？ A 26 B 28 C 82 D 103。 以284假设踢进 X 球罚踢 Y 球，总得分数为 16x 正 6y， 将 x 以不同值代入，可得可能得分情形为：由于16即6为2的倍数， 16x 正 6y 必为2的倍数，因此选项4非正确答案。而 16x 正 6y 模正整数解，因此答案为二三五。零一零一零零零二八中 ，B C D 假设 A B C 是三个正整数，若25是 A B 的最大公因数，且三四十四都是 B C 的公因数，则下列何者正确 ？A C 一定可以被56整除。B B 2100 C 若 A 100则 A 等于25。 D A B C 三个数的最大公因数是25的因数，一 A B C 三个数的最小公倍数大于或等于25乘3乘4乘14。 A B 等于25， H K 等于101。三、四、十四都是 B、C 的公因数。二、S、N 零二。A 当 S 等于一时，56 C 一不正确。B 由0102得 B 等于 25.84 T 等于2100 T T N 二正确。C A B 等于25 H。84 T 等于1。当 A 100即 H 40 H 等于1即 A 等于25 3正确。 D A B C A B 等于25 4正确。 E A B C 等于25 H 25乘84乘 T 84乘 S等于2100 HTS， 但25乘3乘4乘14等于4200 5不正确，故选2 3 4。 0101-0002-9 中 ACDE 将正整数18分解成两个正整数的乘积有1乘18 2乘9三乘六三种，又三乘六是这三种分解中两数的差最小的，我们称三乘六为18的最佳分解。当 P 乘 Q PQ 是正整数 N 的最佳分解时，我们规定函数 FN 等于 PQ， 例如 F18 等于36等于12。下列有关函数F N 的叙述何者正确 ？A F 四等于一 ，B F 24等于38 ，C F 27等于13。D 若 N 是一个质数，则 F N 等于一 N。
一，若 n 是一个完全平方数，则 f n 等于一 a f 四等于二，二等于一，一正确。b f 二十四等于四，六等于二，三二不正确。c f 二十七等于三，九等于一，三三正确。d n 未知数 n 等于一乘 n f n 等于一 n 四正确。一 n 为完全平方数 n 等于 k 二 k n f n 等于 k k 等于一五正确。故选 a c d 一零一零一零零零三零南 a b c d e n 为自然数，下列各叙述何者正确 ？A n 二加 n 加一 b 为奇数。B 三 n n 加一 n 加二其中三等于三二一。C 八 n 三二 n b 为六之倍数。D 连续三整数的立方和为九之倍数。E任两奇数的平方差必为八之倍数。A n 二加 n 加一等于 n n 加一加一 n n 加一偶数。n 二加 n 加一为奇数。B 三等于三点二 n n 加一 n 加二 b 有一个为三的倍数，一个为二的倍数，三。n n 加一 n 加二 c 八 n 三二 n 等于二 n 四 n 二一等于二 n 二 n 一二 n 加一八 n 三二 n 为六的倍数。d n 三加 n 加一三加 n 一三等于 n 三加 n 三加三 n 二加三 n 加一加 n 三三 n 二加三 n 一等于三 n 三加六 n 等于三 n n 二加二一二 n 加一二二 n 一二等于二 n 加一二 n 加一二 n 加一加二 n 一等于二点四 n。零一零一零零零三一南 a 若 a 等于三百一十二七十六，是求 a 之值因数为何 ？a 二 b 三 c 六十七 d 一百九十一 e 一百九十三 a 等于三百一十二七十六等于九十六七十六等于九十三七十三。九十三加七十三等于二十五乘六十七乘一百九十三。零一零一零零零三二南 A C D 下列何者对天干地支纪年的叙述是正确的 ？A 一甲子为六十年，是因六十等于十二十。B 有乙寅年。C若民国七十四年为乙丑年，则民国一百一十年为辛丑年。D 若今年为乙丑年，则再过一百一十九年为甲子年。E 若今年为甲子年，则明年为甲丑年。B 天干地支必是其其偶偶。C七十四加三十六等于一百一十。D 乙丑乙丑为六十或一百二十。乙丑之前一年为甲子一百二十一等于一百一十九。一甲子之后一年乙丑而非甲丑。零一零一零零零三三南 C 一设 A B 为实数，且 A 大于零。B 小于零，则下列各叙述何者为正确 ？A A B A 加 B B A 二大于 B 二 C
of 等于 AB, D, AB 等于 AB, E, AB 等于 of, A, A, B, R, A 加 B, A 加 B, A, B, A 加 B, B, 若 A 大于 B 大于 0, A 2大于 B 2或 A 小于 B 小于 0, D, AB 等于 AB,01010003 南 BCD 设 A 等于24乘56乘72，下列何者正确？ A A 的正因数中2的倍数者有48个， B A 的正因数中125的倍数者有60个， C A 的正因数中为平方数者有24个， D A 的正因数中为立方数者有6个， A A 的正因数中二倍数者形如2乘2乘5乘7，其中等于0123，等于0123456，等于012，共三加一，六加一，二加一，等于八十四个。B A 的正因数中一百二十五倍数者形如五十三乘二乘五乘七，其中等于零一二三四，等于零一二三，等于零一二。共四加一，三加一，二加一，等于六十个。C A 的正因数中平方数者形如二十二乘五十二乘七十二，等于零一二，等于零一二三，等于零一。共二加一，三加一，一加一，等于二十四个。D A 的正因数中立方数者形如二十三乘五十三乘二乘七十二，其中等于零一，等于零一二。共一加一，二加一，等于六个。